实际上都是水货，所以他这个这个突然间杭州来了，他不知道，他飞机还是啊，他飞机来了，来了飞机来了一车，来了一车烟雾，他不知道，这一次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我们俩就五百万到六千万，现在来的是西班牙，西班牙反正这才是比较近的，他们一进到关桥，要求总统取消小组票，他就下了。总统也讲话，总统讲的，如果明天有需要的话，他会了解状况，想不到政府没有刁难的意思，没有刁难的意思是别人的朋友。看看到底是什么在干扰。